有民众日前到花莲东大门夜市买了烤虾，五只260元，打开纸袋后发现虾子大小似乎不太符合期待，拍了照片就 po 上网引发热议，甚至有网友调侃现在没带个5000多块，逛夜市可能都会吃不饱。巨无霸的烤虾在烤架上滋滋作响，飘出香味，让人食指大动。这样的美味佳肴是花莲东大门夜市的人气美食，没想到却意外引发争议。日前有民众到东大门夜市一间烧烤摊买了5只大烤虾，要260元，让他觉得很惊讶，认为肉没有比较多，价格却有点贵。当地说要振兴花莲经济，难道是要血洗民众荷包吗？也有网友狂酸说，现在来到东大门夜市不带个5000块来，根本吃不饱，被发文公审，店家也有话要说。5只才涨10块钱，我是原本是想说1只50，一直都是卖这个价钱，但是前阵子因为食材那个通膨真的太严重，对，我们就只能想说尽量还是不要涨，但是就可能一份就变得多一点，薄利多销。老板很无奈，因为近日国家才跟南美洲断交，厂商只能跟东南亚进货，价差也非常大。小只的一台斤都在300块上下，体型大的一台斤500块起跳，差距至少将近一倍。而且摊位上也有卖小型的虾子，5只也才100块，这个蛮惊讶的，因为我们做很久了，比较少人有这样的反应啊。觉得贵一开始不反应，却选择在网络上攻击店家，业者满满无奈。当地游客也反应两极。你们觉得这个1只50块这样子，一只虾子50块 OK 吗？还行吧，算可以接受。到底贵或不贵，民众各自心里都有不同的评断标准，购买之前还是得先问好价钱，才不会让美好的旅游行程败兴而归。记者谢文彦、徐立行花莲采访报道。